食指捏住前面往后转，捏一下往后推一下，双手配合，捏的时候大拇指中间稍微翘起来点。刚学手用开水晾晾和面，一斤面半斤水，和好醒30分钟，半长平翻一下，翻过来用手护口手边，手边时候往上面提一提，提一提不容易卷边。